几个环节对错难辨，走过的路别说多远，人海里相逢时晚，相知相顾聚散恩怨，还有一个明天等再见面。江南宁城百年老店陆家酒庄，其祖传秘方酿造的陆家老酒，家喻户晓，远近驰名，堪称江南第一好酒。上上下下都向着您，是吗？你们这些奴才啊，竟会睁眼说瞎话。入口甘甜，入喉净爽，米水勾兑的恰到好处，真是好酒啊！是吗？大伙听见了吗？老爷说这是好酒啊！老爷，咱们这批新酒还没有命名，请老爷定夺。是啊，叫什么好啊？叫……老爷，老爷，二太太肚子疼得厉害，赶快叫接生婆呀！接生婆已经来了一会儿了。
产房会集中，别进去。可是一贤他，里面有接生婆跟何妈在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他们会全心照顾妹子的。二太太，你等等我，怎么办呢？二太太好像挤不过去了。别着急，姨太都这样。二太太，你小点力。哎呀，怎么会疼成这个样子呢？会不会有什么事啊？生孩子哪有不疼的？老爷，我知道您着急，可这事儿谁也顶替不了啊。这接生婆行不行啊？要不要再换个大夫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好了，我看你先回房待着，等着好消息吧。可别孩子还没有生下来，你倒先累出病来了，这可不是陆家之福了。走吧，老爷，回屋吧。啊，走啊。哎，可是一贤他没事的，老爷。哎呀，走吧。之后，兢兢业业，不敢怠慢。索性为让祖上蒙羞，唯一惭愧的，就是膝下无几处。今二房唯一贤临盆在即，恳求先祖们保佑他平安生产，延续我陆家香火，不孝子孙永年高寿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恭喜老爷，贺喜老爷，寻觅千金。哎呀，女孩男孩都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总是自己亲生的嘛，啊？哎呦，好。哎，夫人，你看看，你看这孩子长得，还真像一贤呢。哎呦，这长大了，肯定是个美人啊。是啊，这孩子在老爷您手上。还真应了那句话，掌上明珠呢。掌上明珠，妙啊！哎，咱们就给他起名叫陆明珠。哎，夫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老爷做主。明珠，集日月之精华，天地之灵气。好名啊！老爷，梁师傅叫我提醒您，大伙儿都等着您给新酒命名呢。哎呀，这事我倒是忘了。这新酒的名字，哎，咱们就叫它夜明珠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就说咱们的新酒就是为了迎接我陆家千金的诞生而特意酿造的。快去。是。老爷，哎呀，爹，哎，凤儿啊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二妈给你生了个小妹妹，以后啊，你就是小哥哥了。哦，我抱，小心点，怎么回事？你是，快，把孩子带走，跟我走，走。哎呦，吓着你了吧，宝贝儿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宝贝儿。老爷，二太太醒了。妈妈，有了妹妹，我可以和妹妹玩了。你就知道玩，咱们母子俩已经被打入冷宫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是冷宫啊？你还说你，闭嘴！老爷，对不起啊，没能为你生个儿子。不要紧，第一胎生女儿，第二胎就是男孩。万一还是女孩呢？男孩女孩一样好，好在现在我已经收养了浩中，并不急在一时啊。一贤，
你算立了大功一件，等你坐完了月子，我好好的奖赏你。谢谢老爷。咱们的女儿多可爱呀。哦，对了，我帮她起了个名字叫明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明珠，只要是你取的我都喜欢。老爷，老爷，钱管事有要紧的事找您商量。老爷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江南一带确实有买家在收购谷米，所以谷米的价格才会居高不下。对方是什么人啊？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看，很有可能是我们同行的恶性竞争。看样子这件事情还真的很棘手。钱管事，你有什么对策？眼下对方是在暗处，我们是在明处。如果说最不伤神的办法，那就是照单全收。那照你的意思就是，不管农民开多少价，我们都得照买？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到时候我们把它打进成本，不就得了？不好不好，杀鸡取卵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可现在看来，我得亲自跑一趟了。见面三分情，凭咱陆家酒庄几十年对他们的照顾，我想他们不会不买我的面子。老爷说的对，要去的话得快，得抢在他们之前。这个只有让他们始料未及，那才有可能扭转乾坤。那好，那就照你的意思，我们尽快出发。是。老爷，你不要担心我，酒庄的生意要紧啊。你刚生完孩子，我不放心的。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我有何妈照顾着，要什么有什么的。我这一走，至少十天半月呢，也不能在家陪你啊。我有孩子啊，有明珠陪着我，一点也不寂寞。说不定这小家伙还吵得我睡不好觉呢。夫人，以前她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虚，你要帮她好好坐月子。等外面的事情一完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老爷，妹子的事儿啊，你就别操心了，这是我该做的。这个家就交给你了，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你就和钱管事商量啊。钱管事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作坊和酒窖，你要多盯着点。老爷，您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爹很快就会回来，乖乖的，听话啊。老爷，这，这，这。夫人怎么了？这衣服是你做的？衣服做好才拿回去就崩线了，你是怎么做衣服的？不可能的，这口子是有人故意弄坏的。你的意思是我故意把衣服弄坏再来诬陷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。我无理取闹？他把我衣服做坏了，我说都不能说吗？有什么话回家说去。回去。我偏不。今天你不给我个交代，我绝不离开。好，
那我就成全你。以贤，既然裁缝店容不下你，那我们陆家就张灯结彩地迎娶你。我不答应，我绝不答应。你不答应也得答应，是你逼我这么做的。我逼你？那谁逼我了呢？你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也会保全你的颜面，不把这件事摆到桌面上去。可是你把一贤逼得走投无路，一贤收房，我是收定了。一贤，一贤，叫得多亲热呀！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？你要这样对我？你没什么特别好，也没什么特别不好，只有两个字：无后。我不能不为我陆家的香火着想。大太太，谁呀？钱管事，进来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刚才经过这儿，看见大太太屋里还亮着灯，我想，您会不会还有什么吩咐？我没事儿。你倒挺细心嘛。啊，老爷不在，我多尽点心是应该的。刚才我把府里巡视了一遍，酒窖作坊一切正常，太太您就放心吧。老爷总算是用对你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去歇息吧。大太太，小的告退了。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。再怎么说，二太太生的是个丫头片子，将来陆家的这份产业终究还是要交给少爷的，您说呢？哼，别小看这个丫头片子，毕竟她是老爷的亲生骨肉，浩中是儿子又怎么样，在老爷心中远不比亲生的，这也是人之常理，我算看透了。不会的，大太太，您是老爷三媒六聘娶进来的，不比二太太，她终究是个偏房，上不了台面。要她下胎再生个男孩呢，你怎么说？这不得了了，大太太，不得了了。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？香川本来是不想说的，又怕老爷回来怪罪下来。有话快说，别影响大太太休息。是大太太，二太太恐怕染了风寒，脸上出了不少疹子，听何妈说，月子里若染上了风寒一定要治，要是落下了病根就麻烦大了。大太太，您看要不要给二太太请个大夫瞧瞧？急什么，要请也得明天再说。可何妈说。你听何妈的还是听我的？好了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大太太。什么意思？老爷前脚才走，后脚就给我出幺蛾子，存心不让我好过。大太太，小的却不这么想。大太太，您的机会来了，连老天也向着您呢。说。刚给二太太瞧过，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得了风寒？能不能请大太太借一步说话？吴大夫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不必避讳，你可直说无妨。他染上了麻风。胡说！二太太才为老爷生下千金，母子平安，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这种病从被感染到发作得有一段时间。二太太她极有可能在进门之前就染上了，只是一直没有发作。这事非同小可，请大太太赶紧将他们母子隔离，免得传给府上其他人。吴大夫，此事关系陆家颜面，你千万要保密，不要对外说。您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告辞了。钱管事，送客。是，吴大夫，这边请。
二太太的事谁也不许说，谁要泄露一个字，家法伺候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老天保佑。二太太，我们这是奉命行事，不好意思得罪了。回边去！放我出去！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把我们母女关在里头？快把我们放出去！放我们出去啊！嘘，别喊了，没用的。你得的是麻风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胡说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大夫说的还会有错吗？为了保住陆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，只好委屈你先待在这儿啊。我没有麻风病，我没有麻风病，我没有麻风病。何妈，何妈，何妈，二太太，你别害怕，等老爷回来，他们不敢不放你出来的啊！你别害怕，我在这儿守着你，别害怕啊！这事儿啊，我还真做不了主，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你先起来。可是，你要是敢多说一句，就给我滚回家去！出去！滚！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，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。要是他查出来，那个女人根本没有染上麻风病，那可怎么办？
么办呢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看大太太您狠不狠得下这个心。知道，还好我没有传染给明珠，你把她带走，老爷会治好我的病的。你根本就没病，是大太太和钱管事捏造出来的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医生怎么了？啊，我身体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反正你没有得麻风，你是被陷害的。谢天谢地，我们母女有救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下什么雨都没有用了。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好大的火呀！大老远就看见了。陆夫人，我带了一群乡勇过来帮忙救火。哎呀，保长啊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快帮忙救火呀！我妹子还在里面，老爷回来我没法交代呀。好好，快快快，大家去救火啊！谢谢大家，快快快，谢谢大家，快呀，谢谢大家，快点！Thank you.
相信，在下李俊，随师傅从北到南一路来到贵宝地，不料师傅病倒，蹒跚用尽。李俊，我为了给师傅治病，刚才表演了两套真功夫，如果您看得满意，请捧个钱场；要是不满意，也委屈各位，捧个人场。谢谢，谢谢。这点花拳绣腿也想在这儿讹钱？请你让开，你不是会功夫，你让我打三拳，若三拳打不倒你，我立刻走人，绝不为难你。你来找茬的？你不是来找钱的吗？若三圈打不倒你，这些钱全部归你。此话当真？我古世杰说话一向爽快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和咱们的生活费都有着落，我才不要你卖命的钱呢。不碍事，真的不碍事。嘴角都流血了，你还说不碍事？玉儿，你再胡闹我生气了，快回去。我偏不，为什么要你为我们一家人牺牲啊？好个兄妹情深，不如本少爷成全你们，反正还剩一拳，你来吧。好，这一拳就让我来挨吧。走啊，我的事你别管。怎么说是你的事？是我的爹，我当然要管。来吧。如果是男人就冲我来，我本来就是冲你来的。哥，你又欺负人，你再闹事看我怎么跟爹说去。你怎么又来搅和我的事情？少啰嗦，走，跟我回家去。哎，走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放下，人家白挨你两拳啊。走。不管收成好坏，你们谷家商号每年要供应我们的酒庄50000担谷米、30000担小麦，没问题吧？
我敢夸口，自然说到做到。不过有句话我要说到前头，你我的买卖必须按当时的市价，不得有任何的折扣。那么是大宗买卖，理当和一般的买卖有所不同嘛。哼，大宗买卖更糟。你想啊，眼下时局动荡，供货不稳，价格也有很大的波动，要应付大宗买卖，我的仓库里头必须有足够的存货，这些风险都会反映到价格上。那我们的合同一次签3年的话，哎，别，谁晓得明年的局势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还是一年一签的好。那好吧，就照你的意思，我相信古爷会本着诚信的原则来一场公平交易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么今儿个咱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吧。好啊，迟早的事儿吧。别急别急，我已经差人了，请孙师爷来了，二位啊稍安勿躁啊。孙老板，这陆谷两家能携手合作，你可是立了大功啊。你是我姐夫吗？我不帮你帮谁啊？那我呢？好了，你们俩聊了半天生意经，该换个话题了。哎，咱们还是聊聊儿女的婚事吧。姐夫，浩中准备什么时候迎娶月月小姐呀？古爷，这月月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出嫁呀？既然二位都这么不好意思，那要不，哎，要不我来做主挑个日子吧。我看呐，这下个月初九就是个好日子，要不然就定那天吧。那我就替二位定了。好好好。姐姐出去不带童喜，讨厌讨厌讨厌，童喜不理姐姐了，讨厌。快披着，小心着凉，你的身子还没好呢。玉儿找他去了。哎呀，我这一病啊，不单是厂子开不成，连盘缠都花光了，害得俊儿到处跑厂子卖艺，我这心里边着急呀。嗨，急有什么用啊，快把身体养好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师傅，哎呀，快来！师傅，我帮你买了几贴药，回头我把药给您煎上。哎，给我吧。哎，俊儿啊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，一点也不苦。师傅，我今天赚了不少钱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嘿呀，好小子，真有你的啊！这钱哦，这么多呀！我跑了一辈子码头，还是第一次碰到你。卖艺还能赚这么多钱呢？妈，师兄他哪叫卖艺呀？他那么折腾。今天有位大爷看我耍这项刀法特别对味，就多赏了一点。俊儿啊，你遇到贵人了。哎，这有钱人多赏一点那是应该的。这人呐，要是有了钱，他就有了胆儿。这下我总算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十几年了，咱们到处卖艺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
一个县城换一个县城，风餐露宿，居无定所，总觉得不像个家。这场病总算让我下定了决心，咱们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，不能再四海为家了。师父，原来你是这样想的。你们看，宁城是个好地方，如果你们都不反对，咱们就在这儿落脚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嗯，只要你喜欢，我没意见。再说你年纪大了，也耍不动了。可是，我们靠什么过日子呢？我打了一辈子拳，跌打损伤我在行。我想租间铺子，专治跌打损伤。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再说，云儿也大了，可以一起帮忙赚钱，补贴家用了。这个，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我可不想让云儿走你的路。妈，我可以帮人家修改衣服赚钱的。店里不忙的时候，我可以去打短工赚点工钱。孩子们都这么说了，就这么干吧。好，好。之间留下了什么，你慢慢地对我说，什么是你追求的自由，再也找不到借口能够留住你不再远走，你留给我的疑惑，直到现在我还不懂，原谅你犯下的错，就等你回到我怀中，我没有太多要求，等你回头，不管时间还要多久，原谅你犯下的错，忘掉你给我的伤口，紧握双手，不让你再离开我。沉默，我们之间留下了什么，你慢慢地对我说，什么是你追求的自由，再也找不到借口能够留住你不再远走，你留给我的疑惑，直到现在我还不懂，原谅你犯下的错，就等你回到我怀中，我没有太多要求，等你回头，不管时间还要多久，原谅你犯下的错，忘掉你给我的伤口，紧握双手，不让你再离开我，原谅你犯下的错，就等你回到我怀中，我没有太多要求，等你回头，不管时间还要多久，原谅你犯下的错，忘掉你给我的伤口，紧握双手，不让你再离开我。